些这种地毯砖，就是一块一块可以把它们拼在一起的，然后面积只有一块砖这么大，就不会像地毯那样太大。我今天终于是把空间都收拾好了，然后打算铺到卧室里面去。先铺了几块试验了一下，以前这个砖实在是对它的颜色很不满意，所以我还是打算弄一个地毯，然后要这样把一整个卧室全都铺上。空余的部分大概有12、13平方吧。铺成了这样，然后现在是只有靠墙那个边边没有铺到，那个可能需要剪裁一下。之前买了一个棉布的拖鞋，然后因为之前一直是瓷砖地，觉得可能不太干净，就没有打开。现在铺了地毯，终于可以用了。外面电闪雷鸣，雷雨交加，好可怕。软软的，好舒服。凳子放到床头，这个亚克力的小桌子还没有拆开，我是打算等最后铺了地毯再拆开它的。这个地方被我搞定了，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，细节部分还是有一点不足。不过离远看的话，基本看不出来。这个是刚搬来的时候买的宜家的小台灯，然后还一直没有用上。光很暖，很好看哎。这个是我前几天买的伊索室内喷雾，俄罗斯100毫升的。然后这个也是木质香味的，然后会有一些植物和柑橘类成分。这个我之前在实体店有闻过，感觉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这次搬了新家就入了一瓶。今天把地毯也铺上，然后屋里也整理了，所以就想起了它，打算喷一下。今天用完了一瓶精华，所以终于可以拿出存货换上新的了。这个 Toliden 的精华，晚上睡觉之前泡一点，明天早上做豆浆的豆子。
在韩网上直邮了一件半袖，今天收到了，打开看一看。这个 Margie 的半袖，因为之前的时候我说很喜欢那个小的腊肠狗嘛，结果我发现他们这个半袖最近也出了一款那个腊肠狗的，然后有很多个颜色，选了卡其色的。刚才去取了这个快递，这个是我从韩国寄回来的速溶咖啡。以前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经常喝，但是回来之后就突然很想喝，然后就直邮了两盒，一盒是这个卡努的 Tobusha Latte， 这个是不甜的，丝毫不甜的。然后这个是就是很普通的麦芯，哎，很久没喝了，就突然很想喝。这个是喝小林制药的内衣清洗剂，专门洗内衣的。今天打算做一个肉末茄。哇，这个包装真的好神奇。哇，这一株也太小了吧，这样一共三株。哎，这个上面已经有一个小的花骨朵了呢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养好。
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了，但是今天上午还下雨的，下午竟然突然晴天了。之前做了很多这样的小试片，然后为了以后参考方便，所以我就买了这种一面可以粘的磁铁，然后因为我买了白板嘛，像粘的白板上就很方便观看了。这个小试片挺小的，所以其实每个小磁铁就搅得小小的一块就可以了。这是刚才我已经这样有粘好了，这样以后就可以吸收。If the clock is right